周杰伦被歌迷感动喊落男儿泪，求点歌环节不准讲感性的。举办演唱会，没想到点歌环节竟然让他罕见变脸啦。其实这个是我第三次见你，第一次见是第二年在西门町，很巧也是在侧面，你这个角度对着我也是这个角度。第二次是2015年约克霍华德城堡，你还记得那群留学生吗？有出来跟大家合影。对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我也在侧面看着你。真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在结婚的城堡。那外面有一群，真的吗？你是其中一个？我是其中一个。哇，这么多年看过很多的歌手，有些人时而淡出，时而出现，但是在我心中，杰伦哥，你就像恒星，像太阳一样，永远在这里。哎呦，我们就努力的变成星星，听着你的歌发着光。对，然后，本来我想点《明明就》，因为很像对爱丁堡的感觉。然后我想点会后，都被点过了。我还有一个最喜欢的球员是科比，也和你合作过，所以我想点一首《风》，因为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听着《风》，怀念科比。来吧，唱歌吧。真诚的发言感动到哭哭。事后他在演唱会结束后发文，当年在我结婚古堡外守候的那群留学生，今天竟然被我点到，哥会继续努力当歌迷朋友的太阳的，还强调以后点歌不准讲感性的好吗？其实很少哭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一路以来呢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希望我可以唱歌，唱到不能唱为止，好吗？